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小厨神 Jenna。 近期香港开了不少古早味蛋糕店，而且吸引不少人大排长龙。其实只要掌握少少的技巧，在家都可以自己整到的。今天就等我跟大家一起来试一下啦。完成啦！蛋糕一出炉咧，真系好香喷喷，唔知食落同出边又有咩分别嘅咧？蛋糕真系好松软啊，而且食落又唔会太干身，同出边比较咧都有七八成相似啦。喺屋企都可以自己整到古早味蛋糕，咁样就唔使专登出去排队啦。大家都快啲试下啦！